老板豪横夸父秒80条160项链，百亿资源鉴定只为法系的梦想而来。来了的兄弟们都别走啊！虽然十八门派时间很宝贵，但是大家正在看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连续80个2050画幅秒的原身的大型鉴定现场啊，同时也是极限的内卷以后啊，双梦想的号，法系再往下发展那就是双梦想。因为武器提升伤害就等于变相提升灵力，武器必带神佑，那他已经有一个神佑梦想的话，再鉴定个项链就行，铺垫的差不多了。哎呀我去，兄弟们，80个画幅买的205以上的原身能不能出专用，法系的双梦想能不能实现，来吧，梦幻虚游最高端的资源没有之一，鉴定里的天花板是160里面的项链部位是最顶上的资源，连续80条，再加上是跨服的，一个一个来，已经鉴定出梦想的他，好突然啊！已经鉴定出梦想的这个号，竟然没鉴定过项链，五件装备已经出了两个特技，精青还有吗？精青有吗？野兽误报，第一个是冰穹诀黑暗，第二个是命疗术，你看我看蓝字准不准？找的真准啊！254高龄，225冰清绝，225精致，前面五件装备三个蓝字一个高龄，224 243 254 234 221，这波254如果出专用的话，高不在多，有容会有梦想，项链的梦想会比其他的多出0.8，就正常其他的专用是 1.05， 专用的项链是 1.13。砖弹窗，我点这么慢就是为了等你出专用，你给我出来呀！229 228 249 232 229 229 236 236，不行，这波一个蓝字都没有，不行，得等我一下啊！天零零，地零零，专用显显灵，256的项链出个专用，咱们这波等05鉴定，专用，或者双蓝，青青罗汉我也不要，专用，1%的几率出现吧，梦想，241 228 229，还他喵的是个一休礼，228 233 227 232 229的专注，160专属特效啊，魔法啊，恢复。好，这波老板想去天台试吧。他现在其实不仅是专用的几率，他特技特效的几率也少。找啊，愤怒、流云、不魔、法术暴击几率，给我出一个2661.2法术暴击几率减一加精致的项链，不要专用也要。233 227 225 227 246 246 224 221永不磨损。我操，238横扫千军，226珍宝，221的永不磨损能回本多少条项链呢？我算一下啊，现在鉴定了40条项链，应该回本个20条应该没问题。用哥哥来了，专用，我操，专用来了，兄弟们，专用来了，在鉴定的第42件的时候终于出了专用的项链，但是没出梦想，我日，也就是他的灵力没有达到267，那我只能希望他是逆天的双蓝字了。我操，封印命中率来到天台以后运势加倍，封印命中率加野兽流云凝滞放下，封印命中率 1.76， 灵力243，灵力真高，封印命中率也不低，228 223 235 221 233，操的，你这个出专用，这个出专用，我跟你讲301就被咱们按在脚下了，因为咱们武器有加成，这个260的没出专用，哇，差一条。这个游戏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了。如果是260的出专用乘以 1.13 啊 ,293 0。封印命中率那个来个特技。还有机会，还有专用，再来。一个出了专用武器的人再出专用项链他就不难。228 226 231 241神农。222 243 258 高龄乘以2，我靠，兄弟他喵的高龄连续来了俩，
白天来了，晨时了，来专用，再来专用，法西的梦想，成就，成就，293、298、299，最后一个专用，222、233、252，加专属特效，法术伤害结果减免，增加法防223、260，高龄又一个，哎呦。有意外惊喜啊，兄弟们，整个246的减益又能卖点 W 啊，因为他246的减益虽然表面上比150的252的少了 5.0， 但是他能熔炼，而且能多一段宝石啊，267减246啊，除以 1.5 能熔炼 14.0 力，14加246啊，触灵260的啊，理论上触灵260的减益啊，连续80条鉴定的机会了，兄弟们，专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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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择的余地谈你妹的成就，除非双蓝字，最后一个精青专用封印，234拉，221拉，228拉，232拉，227拉，236拉，227拉，227七归数选择，卧槽卧槽，256出零永不磨损，我的妈妈呀，我的妈妈呀，这个项链零完直接，我靠，16段拉满，256出零永不磨损，哦，256项链出零的应该是七八万吧，但是它成本太高了，一个咋地得啊，3000乘以80，成本24，值得记本上，但是呢，这波最大的遗憾就是261项链出完以后，接下来那个就是260的项链，这俩项链没有一起出，如果这个260的出了专用，结果就不一样啊。